中国商务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616家，实际使用外资2422.8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6.5%。韩国、美国、德国、荷兰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79.6%、71.3%、86.1%和74.2%。